怎么了？可能是扎胎了。啊？这可麻烦了，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找人来修吧。哎，你车里有备胎吗？啥意思啊？真没想到你还会换轮胎呢。俺农村姑娘，啥活都会干。哎，我帮你吧。不用不用，您是老板。哪能让您亲自动手呢？你歇着就行，看我手艺咋样。哎呀，真是当代的花木兰啊。啥花木兰呢？女汉子还差不多。那你先忙着，我去那边溜达溜达。啊？哦。想不到啊，想不到，山野之中啊，竟然有如此倾国倾城之女子，难得呀，难得。Please turn me on.太美了，谢谢。啊，画好了？哦，画好了。厉害厉害，没想到一个柔弱女子竟然能换轮胎。以前跟我哥学的，焦总，咱俩把这轮胎放后备箱吧。好啊，来。哎呦，来来来，好，来来来，来来。你干净点。好家伙，用矿泉水洗手。这也太浪费了吧，方叔啊，你这上哪儿去了？收拾这么精神？那我从城里刚回来。哎呀，你男朋友？我哪有这福气呀？这是我老板。你老板呢？嗯。你好。这车是你的？啊，对，我的。二手车？啥二手车呀？
新车，花多少钱买的？100多万吗？100多万买个车，败家子儿。哦，对了，你们这是要去哪呀？回村儿啊。回村儿就回村儿吧，你吵吵啥玩意儿呢？捎我一轱辘。啊？啊？下来了，哎，又上去了，哎，好玩，哎，刘老木，弄坏了你赔不起。破车呗。那就在前面那儿停车，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停，对，靠边，靠边，靠边。你这门怎么开呀？谁的车呀？一个大老板的，专程派这车送我回来的。征婚的事儿咋样了？搞定了，过两天就安排见面了。这么快呀？那当然了，我闺女长得多漂亮啊，照片往婚介所一放，各路老板纷纷而至，甚至大打出手，有的牙都打掉了。我不是跟你吹牛啊，最次的老板都开这样的车。那最好的开啥呀？最好的开拖拉机，你管得着吗？哎呦喂，飞扬回来了。我哥呢？你哥？飞扬，你咋回来了？谁打的？我找他去。曹天峰。哎，算了，这事儿都过去了，是个误会啊，别难受了啊。哎，这位是谁啊？哦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的焦总，焦总，这是我哥。那个焦总你好，我姓郑，叫郑和事。哎，你好，在下焦不满啊，我骄傲，但是我不自满。哎，这好名字，有创意，有创意。快快往屋里请，屋里请啊！猴子，沏茶。哎，好嘞。好，一会儿请，一会儿请。姑娘，你咋还在这切菜呢？怎么了？我听说飞扬回来了，你不去看看呀？真的？啊，他咋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你等会儿，飞扬不知道我是赵市长啊？应该不知道吧？哎，谢谢老喝茶。哎，这可是飞扬从城里拿回来的好茶。哦，哥，这茶就是焦总给我的。什么？这不好意思啊。别客气。不好意思，应该是我。你说我头一回来也没带点礼物。你这带啥礼物啊？都是自家人，没那么多讲究啊。那个
飞扬在你那儿工作，多亏您照顾了。我没照顾他，都是他照顾我。是吗？应该的，应该的。还年轻嘛，有啥活你就端着他干。我听飞扬说了，您的旅行社在城里可是最大的。啊，最大的不敢说，应该说是东宁市最有实力的。真好，真好。那个焦总，您以前来过我们凤凰山吗？没有，头一回。那这样，飞扬，赶紧带焦总上山看看咱们的风景啊！一会儿回家吃饭，让焦总尝尝哥的手艺。好，焦总，我哥呀可是国家二级厨师，手艺可好了。是吗？真没看出来啊！哎呀，厉害厉害！我跟你说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农家菜啊。行，焦总，那我带您转转去。好啊。王亮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呢？咋不对劲儿啊？你想啊，飞扬每次回来，第一时间肯定是跟你联系，今天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他可能回去看何志哥了吧？毕竟人家是亲兄妹呢，对吧？哎，对了，我听说飞扬回来可是坐豪车回来的。啥豪车？对呀、啊，听说开车的还是一个高富帅呢。高富帅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好多人都看见了，说那男的长得像韩国一明星，叫宋基的。什么宋基的？人家叫宋仲基啊！对对对，他演过那个《太阳的后妈》。太阳的后裔。嗯，是吗？不行，天宝，你帮我盯一下。我得去看看。哦。